我们今天把在王兰生充满更多的这个艺文气息，那县政府这边也责无旁贷一起来推广。那评选委员也都是有制度的，在评选的过程中都非常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一直到2月28号，在我们美术馆的一楼，这个国父纪念馆所举办的中山青年艺术奖。那这个奖最主要是提供给20岁到45岁的青年朋友、艺术家，他们有一个平台。我想在这边特别谢谢国父纪念馆王馆长他们的一个用心哦。那也要谢谢他们把这个109年度的这个比赛的一个展览第一档就放在我们彰化的一个美术馆哦。那它总共有三类，有包括这个油画、水彩跟这个水墨。那这三类呢，其中呢这个书法的这个部分啊，5届里面有3届都是彰化这个状元都在彰化哦。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骄傲，这也是县政府现在一直希望能够把我们这300年建县300年的一些人文课程的部分继续给它发扬光大，那找回我们彰化自己的主题性。那我想这个艺术人文就是我们其中的一项长项。那在这边也要再次的这个谢谢我们的王馆长，那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跟机会留给彰化县，那我们也会继续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，那我们在地的艺术家也有机会平台，也有机会再到我们国父纪念馆或者国父纪念馆好的一些资源，继续来到我们彰化县来做相关的一个交流。那期许让我们的这个艺术家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，那能够发光发热，一起为家的作品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很丰厚而且很丰盛的展现。那其实国父纪念馆来彰化县的美术馆的展览，这其实不是第一次。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把相关的馆藏也都带来这个地方，一样是县长的大力支持。所以我们的同仁呢，就非常建议，这么人文丰厚、这个底蕴的这个彰化县呢，一定要把我们去年所举办的这个奖项，再次带来这个地方，展现在所有这个彰化乡亲的这个面前，让大家都能够共同来参与青年创作的热忱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还有中山青年纪念酒要送给县长，谢谢。这个当然还会有盒子，好，就是秀给大家看。